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的名字是？新庄张美。你的身高体重三围？身高170公分，48公斤，32B， 24、32。你的星座？我的星座天蝎座，11月22。你的理想型？我的理想型，我看感觉。男生说那一句话，哪种行为最能吸引你？一起努力，一起变好。年上男或者年下男能接受往上几岁，往下几岁？往上几岁？18岁以上。往下的话，应该是50岁以下都可以。等你哦。前任分手的理由？前任分手的理由哦。应该是没办法一起努力，没办法一起成长。是不是一见钟情类型？一见钟情，是，是，拜拜。